又到了体育全接触的时间了。今集我们会介绍一下短跑的起跑姿势，大家记住留意啦。首先，站在起跑线的后面，前脚和起跑线预留大约一只脚掌的距离，两只脚中间约有一个拳头那么阔，然后后脚膝头自然放在前脚的旁边。手放在前方起跑线的后面，拇指和食指张开，手应该和膊头那么阔的。当法令员宣布各就位的时候，运动员就要做好这个准备动作了。然后法令员会叫运动员预备，这个时候运动员就要抬起臀部，重心前移，准备起跑。记住后脚的膝部是不会完全伸直的。现在我们看看同学一些错误的示范，看看你们又发不发现到他们的错处呢？大家可以留意他后脚的动作，还有起跑后究竟他能不能够平衡身体呢？还有起跑之后究竟我们的眼应该望去哪里呢？现在等我们再看看同学示范一套完整的起跑动作啦。最后送上100米世界冠军牙买加飞人保特的精彩片段。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再见。Parce qu'il était sous pression d'entrée du Usain Bolt, qui n'a rien à lui envier sur le départ. Il ne s'est pas crispé pour autant.